这是云姐姐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云姐姐的。快点，云姐姐到了，宝贝。耶！快点哦，到这里来哟、哦。哪个在喊我？跑噻！终于不喊了。哎呀！这就是原先马弟弟，快点。大家有姨妈，哎呀，这边这里有一柜子，你看这里这么多，要不要？喊我，喊吧，喊舅妈。舅妈，哎，喊。这我不想教你了，这你就自己喊了哈。自己，嗯，来自己拿。拿，拿。自己拿，自己抱着吧。把你的两个口袋都装满啊。等会儿吃饭的时候要好好吃饭，是吧？啊，吃完饭之后我们再吃零食。咦，你看到你爸爸来了，好，装满了，乖。走，去吃饭了。走，我们去吃饭啊。今天你们要不要喝二两？不喝，不喝，不喝。OK， 开心是吧？这是我爷爷下酒的。这是你爷爷下酒的？幺爷爷还要下酒嘞，爷爷不在。妈妈也要下酒。爸爸有，我爸爸有。嗯。亲友不同宗啊。要啥子？这是小鱼。哦，两口一起嘛。哎，两口一起。小鱼。把那个放到了。这个等会儿拿给我吃哈。给我吧。那给我吃，我吃了我好，你吃你好了。嗯。要多点分享，知道。哎，叫那个。你叫不叫香肠？好肠。你要吃哪？要吃不？啊，都那种多长熟而已。啊。你别。今晚上吃啥子？今晚上。啊。你要吃啥子？我想问一下，不，你用啥子吃啥子？我想问一下，看好不好干了，好干你没有来。我要啥子意思嘛？不是，倩倩是想说，我先把晚饭给预约好。你煮的那好干啥？哎，你觉得那啥啥就是的，点菜嘛，不要钱。晚上来。晚上有约，啊他妈，晚上有约，小黄不在，哎呀！哎，你这个圣母老。这晚上说要煮好吃的了，你晚上不来了，哎。不是。然后。哎呀，外头。外头不能外头干。那是这个运气嘛，这个运动安逸，可以。哈哈。嗯。就是运动安逸，好煮。有这种叫说和说啊，嗯，拿起来，嗯，有，你看人家两个小娃儿都喜欢吃，你长大了，嗯，我觉得你长大了吧，嗯，哎，这个其实还是，就像我讲话，那叫娃，星星这个鱼娘我不让买，喜欢吃鱼，你看，我才好玩呢，还有这个。哦、鱼啊，那么舅妈给你拿个大的，要得要得，舅妈拿个大的，拿个直接来，哎，叫那个你说，连晚餐就这路，你让老板回来哈，吃饭了。耶，走哪去？回去了。你吃了饭没啊？我今天去，我有事。那今天去这碰哥哥了。今天本来啊，本来想今天去这边哥哥来看的，拿个东西给小给那个。跟小星星他们，哎呀，我要这个了啊，啷么的呢？来，给你拿两桶没开封的吗？还是塑封好的。哎呀，谢谢。新年快乐。新年还有你了。哈你看嘛，又吃又拿。走了。哎，现在天气，我们来就这个玩嘛。要的。拿一包了，你喜欢？你喜欢哪一包？拿嘛，拿你喜欢哪一包？我还有一个，我有两个。要得，要两个。我两个是一样的。要得，好。我有两个。这个是给我的吗？谢谢你弟。哇，谢谢。我有两个。谁给你的？是我弟弟。怎么回事呢？明明是姑妈给你买的呀，是不是？啊，送两个给妈妈呀。哎呀，谢谢，妈妈爱你。要来外婆家耍了吗？现在来到了不是吗？在大车上，在车上耍。我没吃过，我啥子都没吃过。哎，我也吃了。你走了，我要的，你要不要？啊，来嘛，走。
来，糖拎到，有口袋。妈，蛤蟆你跑了嘛？你不在我房间玩啦？哎，你不是说我要去外婆家玩，你找弟弟玩。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慢点慢点。